这首歌，谢谢。这首歌在12月30号已经在脸书的粉丝专页这个正式的首播。那各位有脸书账号的朋友，跟大家拜个票。投红石用之外，麻烦给施文斌按个赞，谢谢。好，大家都知道，去年现在已经2016年，对不对啊？去年，在我的歌唱生涯中，一位对我非常有帮助，帮助我非常多的一位前辈，叫做二姐江蕙，她封麦了。那去年我跟她在巨蛋合唱了最后一次这首歌，那其实很伤感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知道。我在小巨蛋的时候，我在台上，我问台下10000多名观众，我说这首歌是不是国歌？所有的人说是，然后我说在座这位就是国父，我说他国父。哦，那国父封麦了，我们请另外一位，好不好？他姓洪。我先讲一下这个故事。去年他的弟弟发生的事情，我在去年我的专辑《贵州海聊聊》这张专辑里面，我特别有一首歌叫做《无声的歌》，大家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找一下。这首歌3分钟，你会发现一个唱了出道23年，唱了30几年歌的一个歌手，戴着耳机站在麦克风前面，3分钟没有办法唱歌。所以你看到那个 MV 整首歌3分钟有画面，但是没有声音。这首歌就是记录了他的弟弟。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候选人洪石用。来，施文斌大哥你好。各位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多人。我跟他讲说，我请他唱伤心酒店，他跟我讲说，斌哥，唱歌我真的不在行。我说现在要当政治人物，不是只有服务选民而已，还要能够娱乐选民，知道吗？好，没有关系，有没有关系？要不要找人上来陪你？哎，有没有人会唱这首歌的上来陪使用？有没有？对，来陪我一下，因为我还要看一下那个大字报。有没有？快点举一下手，快一点。有没有？赶快来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边有人举手。来，很会唱的来。我会唱的，赶快，好，来，就不要举手，就上来，赶快上来。美女来，快点，对，快点来帮我一下。美女呢？来，他这里，太棒了，我找到救兵了。我们音响，那个音响大哥，我们麦克风还有一支吗？哈，还有哈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家会唱，一起唱，好不好？来，使用我教你。他在走上台的过程中，我教你，你未来要当走进立法院，要前进国会，安尼对不对？我没有说错了哈。对。你知道天后安那跳哦？我感觉哈，3-7步。鼻孔看观众。我开玩笑。来，谢谢。来，让使用站中间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，我们站旁边哈。来，怎么称呼？贵姓？我姓林。林小姐。也是两位林小姐，好，平常有唱过这首歌吗？有哈，但是今天是摇滚归巢演唱会，拍谁？台顶什么米家拢无拍谁？无电视机然后看哦，哦，无歌词然后看啦。等下吼，看到遐尼侪雄心雄心时代，甲你拍话，万一你若是哦，你要准备小抄。好，万一你若是雄上紧张，袂记你歌词的时阵，麻烦各位含情脉脉看着我，歌词会从我身上跑出来，好不好？现场的朋友掌声鼓励，带来这首《伤心酒店》。